恩恩哦，最近愈来愈奇怪安尼。之前咧讲话传讯息给伊，伊无回。我讲我要倒来台湾啊，伊也无回。卡叔讲伊若无来，我这出电影更够要看。是啊，你倒位啦？哈，你这一个婚礼，哈，你走袂开哦。那安尼好啦，好啦，这届算你欠我的哦。好啦，拜拜。是嘞啦。讲要看电影，即摆甲我讲电影票无买着，伊是安怎？是嘞啦，啊，就真正无买着嘛，你莫生气啦。你卖生气啦，好啦，你们个卖吵啦，啊，拢出来约会啊，就爱欢欢喜喜嘛。那无，真两张电影票送你啦。真是的啊。对啦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别客气啦。来，行。看起来哦，今日全世界。敢若我是孤单一个人，拄只个电影有够好看诶！你嘛安尼感觉哦，我嘛足介意诶。你敢知影？尤其是男女主角因两个人做伙诶时阵，哦，我搁流几滴仔目屎咧。对啦。多谢你去机场替我甲小妹比接机。小看代志是要说什么多谢啦。搁再讲，我嘛是久无看到小熊的啊，会用去接你，我嘛真欢喜的。嗯。我甲小英姐哪会伫遮？啊，拄只戏内底一对男女主角的感情，实在是足使人感动的。卡叔讲，我若是会当有一段亲像因同款遐尼坚定的感情，我死嘛无遗憾。会用的，只要咱两个手安尼继续牵下去，有一天咱的亲像因这么幸福。找一个所在，坐落来好好讲好不？妈，我真正无好到遮想，我知影爸毋是真完美，伊嘛有遮侪无好的所在，也毋过，你嘛袂用个，你嘛袂用个甲。你嘛袂用真快的方式报给爸啊！你误会啊！有一个代志，我真正无想要让你知影。妈妈承认，一开始我接金少廷，是为了要报给恁爸爸外遇劈腿。但过后来，阮两个人煞偷偷互相安慰，互相斗相共，甚至阮分手。是这世间上
上了解对方的人。这是我跟恁爸爸做伙，从来唔捌有过的感受。我甲小婷的代志，我唔敢唔望别人会当了解，会当接受。要过小小，你是妈妈上爱、上疼惜的后生。我真正足希望你会当了解，会当谅解我。妈，我甲小婷是伫不知不觉中，对缘分变作是互相爱护、互相疼惜对方。小小，妈妈知影我足自私。不过我真正足希望你会当徛伫我立场替我想看卖，小熊，我感觉真歹势，让你伫个这情形下知影这状况。当然，希望你伫个短时间内接受还是无可能的。也不过，请你相信，你妈妈现在已经是我生命当中一个真重要的人，我信任伊，我可以。已经未用无疑啊！好啦好啦，拢莫阁讲啊啦！我伫英国，嘛有足侪同志的朋友，因为嘛足优秀，我嘛足欣赏伊的。也毋过，这甲恁两个情形无共款啊！恁一个是我的妈妈，一个是我细汉的时阵暗恋的对象。而且，还阁是阮爸的小三，这下我要安怎接受？恁两个做伙？小熊，你去英国的这段时间，厝内底真正发生足侪足侪代志，我真正无法度阁继续跟恁爸爸做伙，阮两个人。在等离婚，安奈就变安尼啦。我嘛唔知影是安怎，你爸爸变到安尼，伊完全变另外一个人。我真正唔知影，我到底有熟悉伊无？要唔过我知影，我甲伊阿妈母的，真正无法度去继续走落去啊。我也是无法度接受恁。我相信，爸是一时的错误，我会去考虑，叫伊赶紧挽回你的心。我无希望恁离婚，无希望咱这个家就安尼破碎啊。